办理时间跟距离关注重庆交通广播955出行指南。这一档我们带来施工方面的信息。由于对山立交至江北城立交路基地派出来重置的需求，江北交通指南今天还不来呀、啊、哪个最后来哪个付钱喽。师傅快点来。师傅，那是重庆的嘛，你打个车不是跑过去快点儿。都不吃，那是别人吃剩了的。